500多个基线，硬件就有可能提台大乐透。我们重点关注网民乘客和开机时间，我们今日报警会逃生会工作人员公安处消防局。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:03，科威特时间凌晨2:03。我们首先来关注乌兹克和科威特的油价会晤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国际的油价走软，有关石油输出国组织乌兹克减产协议是否延长的消息，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。我们知道，今年12月，欧佩克产油国和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了自2011年以来的首次联合减产协议，由此进一步将油价的定价每桶50美元估计。随着该减产的消息将在6月到期，国际油价就将迎来